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山老师。最近有朋友开始在问讲，是安怎老师拢无出来分数了咧？伫遮含各位朋友说明一下，因为老师最近代表真切大乐团在讲生意，希望会当赶紧无用线去转来含大家见面。这边过来介绍特别来宾，头一位就是工业音乐工作室的谢丽航老师，也佮有真有名的起步长张伟老师。上后一位咧，就是咱真切大乐团的大股东，特别表演拢 fans 满道的萨克斯风大师。登川乐器公司股东、NK 头毛店股东林建富老师，今仔要来听啥物咧？最近老师真爱听江蕙的好歌，拄好加上老师逐礼拜拢爱和观众朋友咧抬杠。原本是一个烟斗少年，拢爱一直在加操劳，实在是有够忝。所以今仔日奉上一条烟袂落去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会介意，谢谢。3、2、1 ，Rolling。